在这场比赛之前呢，我们的这个记者向大家做了详细情况的介绍。那么林丹呢，在今天的这个羽毛球赛场呢，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情感的一些变化。在昨天的比赛里面呢，有人晋级了。Thank you.
Just wanna go home.
大比赛，你就会觉得身体不舒服。